4月3日，阿娇在微博晒出一组美照，照片中阿娇肌肤娇嫩，笑容迷人，红唇美艳，性感妩媚。从2000年签约英皇娱乐公司，与蔡卓妍组成 Twins 组合，阿娇已经出道14年了。从最炙手可热的少女组合成员，到如今的轻熟女，阿娇一路都在成长，也成熟了不少。聊起以前的风风雨雨和不如意，她说道：“都熬过去了，对现状很满意。现在我不想演一个弱女子的角色，我希望可以演一个幸福女人的角色。我不柔弱，我也不是那种要人疼的那种，但是疼一下还是好的。”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